从上次抠草莓籽和剥核桃皮的视频播出以后，就有好多小伙伴在评论区@我，又有新的挑战。咱们先看个视频。我的天哪，这种没有丝的砂糖橘你有吃过吗？据说把橘子丝全部撕下来，味道会比普通的砂糖橘更好吃。没有丝的砂糖橘，这么有难度的挑战当然得上。嘿，上午下单，下午就到了，真够速度。满满的一箱砂糖橘给你们搞回来了，难道不给我点个赞吗？每一个都圆滚滚的，非常饱满。那么我就随便来一个吧，你们先来猜一下，觉得无丝的砂糖橘好吃的扣个一，觉得正常的砂糖橘好吃的扣个二，觉得一样好吃的扣个三。工具已就绪，开整。一个完整的砂糖橘就诞生了，剥皮的过程实在太解压了，现在就来剥丝喽。你们看，现在的砂糖橘表面已经非常非常光滑了，表面一点丝都没有，看着我都想把它一口吃掉了。我怎么看到弹幕上好多小伙伴叫我把它吃掉呢？等等，先别着急，我们还要把它撕开一片一片的。对比一下，你们觉得哪个更好吃呢？先试一下刚刚剥好的砂糖橘。哇塞，一口咬下去，一颗一颗果粒在嘴里爆开，瞬间果汁就流出来了，口感太 nice 了。再来试一下这个有丝的，这个呢吃起来会有渣，因为它要咬开外皮才能吃到里面的果肉，但是味道其实是一样的，就是口感没有刚才的好。不知道刚才有没有猜对的小伙伴呢？弹幕走起！如果你们还有什么解压的挑战，可以到评论区留言哦。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点赞还有关注。喵耶、yeah!